小五，爷爷，小五啊！ 哎，不是，意外，去，这都是，上午吃饭了，快点，来呀，来，行行就行，不行，老弟啊，我女儿就托付给你了，哎呀，你们俩干嘛呀？哎呀，那是你少管。 放心吧，老哥，给他弟妹了，这我是。再走一个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酒醒了？没喝醉，我就想单独和你过一个情人节，怎么这么难啊？好了好了，别委屈了。那这个送你，你之前的 T 恤刀不是坏了吗？我给你买了个新的。宝宝，你用心了。危险！爸。 没事吧？没事，坐运动了。说，咱俩一张床上，是不是有点挤啊？哎呀，没问题了，我这可是一个超大的啊，睡吧睡吧。不然算了，我晚上打呼怕吵着你。哎，我也打。好饿。 饭给别人吃，他们。我有一个藏了8年的秘密。哎，你哪个班的？你给我站住！嫁给我吧。真幸福呀！我家宝贝闺女什么时候才能遇到送她的呀的人呢？哎呀妈！约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妈？你先回去。哎，小五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路过。 再过2年，我就带你回家。我想你。自言自语说啥呢？写完作业就睡觉了啊？哦。哎，小五，李老师你好，我有几道题想请教一下月月。月月，有同学找，快进来。 你还真敢来啊！快送冰箱！小五、月月，过来吃西瓜啦！哎，小五，要不我们还是下次再买吧，这可是求婚啊，我们还是慎重一点吧。而且我妈……你想娶我女儿吗？妈。 是的，李老师，这辈子我非他不可。这是你们慎重的决定。只要小五是真心对你好，有责任心，妈妈怎么会阻拦你们呢？李老师，你放心，我是真心喜欢月月的，我一定会对她好的。涵涵，李老师。啊，阿姨。月，我们从校服走到了婚纱，我坚定你是我用一生去爱的人。我愿意。 我一定不会让你输。毕业后，很多朋友全在游戏里面见面了。那天碰到了许久未见的大学室友上线。你这小子干嘛去了？这么久没见。前段时间刚辞职，最近忙着找工作呢。你呢？昨天刚完成一个项目，今天调休在家休息。深夜。 靠着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，终于知道了彼此的近况。怎么样，再来一把？不打了，困了，先睡了啊。好吧，那下次咱们约着一起吃饭，好久没见了。吃饭不如约着打游戏靠谱啊！不说了，下了。他说的没错，约打游戏的确比约吃饭靠谱。想起大学有一次我失恋，他们陪我嗨了一整晚。 兄弟，失恋算啥？哥几个谁不能陪你？就是，来，去爱情，去爱情。
那时候觉得生死之交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。可毕业后，大家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，忙着生活，面对着各种压力。儿子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妈，我放假就回去。咱大学室友聚一下。朋友相聚总是一点在。今天下班这么早？是啊，去见一个大学室友，好久没见了，聚一聚。那你们感情挺好。毕竟我们是生死之交的朋友嘛，就是等得太久了，这段太晚了。我们总觉得时间留住的才是最真诚，可那以后我才突然明白，重要的不是等着看剩下的是什么，而是自己想抓住什么。刘总，小王总马上就来，这是今天的。我不干了。哎，刘总，他们是我不愿一世的朋友。再举手投降一切，让我再陪你一段。人不会一直单排，该打团的时候也该聚一聚。小王总，今天这个合同一定能谈成的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你把脸也瞎，你把我衣服弄脏，我怎么参加聚会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。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对不起，问问我还有警察干嘛？算了算了，大爷不是故意，这衣服我赔给你吧。哎，大爷，您这拿茅台擦玻璃啊？哦，这不是没有消毒液吗？我就用这酒啊，替代一下。还用茅台擦地，这是猪鼻子的擦葱，装什么像？我没骗你啊，我们家有好多各种类型的酒啊。没想到大爷还有收藏酒的爱好。我爱好倒谈不上，我这儿正好有两瓶自己灌的酒，就送给你了吧。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我才不要呢。没事，您这叫纯柔绵厚，非常香。大爷，您这什么酒啊？我也说不上名字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汉帝。喂，真的假的呀？你们要是喜欢，我明天啊多带几瓶给你们。反正这酒啊，我们家也是给牛喝的。你骂谁呢？我没骂你，这酒啊在我们家真是给牛喝的。我们家是养牛的，吹牛也不打草稿，哪有牛喝酒的呀？可能我们家那头牛啊不一样的。一头牛啊，它有什么事业大户呢？连我一顿饭钱都抵不上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大爷也不一定是在吹牛。大爷，您家养的什么牛？苏丹牛啊。